OK， 好，来，那我就按下去喽，按两次哦，按第一次，他问你说确定要送去，就不能再修改喽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因为要投票，可是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你那一句的话就没有那个意思了。因为我不想当人啊，老实讲啊，我不想当，对摄影机讲，不想当人。我承认哈，就是说让我来打你们真实的分数，会比这边再加个十分，是我心目中对大家的印象，平均往下打。不，那个我们已经公正公开处理完了哦，我这边是已经讲好了，大家瞧完了啊，你瞧完你还跟我讲这种事情，愿赌服输对不对？滑下去喽。我打是，我打是这种打哦。不是这种打，我打是这种打，把分数拿到自己手上，你们自己打自己分数，对自己负责。摄影机继续拍，我按下去喽。可是大家打出来那些没有资格，就是你会很鄙视他，对不对？是鄙视，就是都没有来上课，然后就是人家觉得啊，就是要他的课来。是啊，我当年也有很少去上课的课啊，人家也给我过啊。我们有最基本及格标准，对吧？我都写在网页上哦。我已经把最原来的标准修改到已经很低标准了。如果这么在乎的话，以后还有机会。以后就那愿意修我的课了啊，愿意修我的课。摄影机对着，我们准备送出成绩，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，送出了三、二 ，Happy New Year！ 谢谢大家，我们这学期到此结束。